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赖玉杰 Joyce。那我是来自台湾，我觉得在这个场地比赛，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棒，没有尝试过这样高速赛道的地方，就有很多很多的高速弯，然后有点向下坡的感觉，然后复合弯，然后又加上因为我们是统规车，所以大家动力都一样，靠的是技术。来参加那个钱江的统规赛，感觉蛮棒的。每个技师啊，后勤，我有问题提问，他们也会帮我解决问题。这次得到第一名，也是很感谢技师的帮忙。谢谢那个厦门国际赛车场跟云机车队给我的机会，跟培训，我才能今天拿到第二，我觉得很开心。谢谢，因为我很想开奥运，所以第一次捷足，我已经觉得。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的一台车，真的可以开很快很快，很稳，不会有任何的晃动。对，然后骑起来是非常非常舒服，而且在超价激烈超价上面是非常稳定。以刚刚来讲，它的引擎的运输是怎么样？因为刚刚特性是震动已经出错太多了，然后骑起来很顺。我们希望我们中国人长出这个世界的舞台。希望可以发展到世界，能够发展到欧洲。希望就是可以越来越好，然后往世界去。